天气不错，我先来。天气不错，轮不到你，滚！好的，这个什么东西来的？不要，这个尾巴翘那么高，不要。来这个，我要吃海鲜。嗯。怎么都是爪子？你有什么用？哼，天生火柴必有用。天生火柴必有用，吹吧你！看我的，这个我不爱吃素，我要吃鱼。嗯，选中了，不就一块鱼嘛，那么开心。啊，真香！这个是什么菜呢？看我的，这个这么大洋葱，看着就胖。这个虽然说姜是老的辣，但是吃不消。我要这个甜的。啊！走呀！算你狠，必须来，吃就吃嘛。口味真重。到了，这个洋葱我也不要，姜就是老的辣，说的不是我吗？哪里？哈哈，大闸蟹哦，小螃蟹，这是什么嘛？哇！啊，真香！哎呦，噎死你！有荤有素还有海鲜，我上来。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。看我的，这个片胡萝卜，我相信你。我要这个盐焗鸡爪，全是骨头，不要。我要这个，我要吃海鲜。嗯。必须吃完，必须吃完。就你那样还想吃海鲜？到了，这个素的不要，我要吃凤爪。啊！胖墩鸭掌哦，你那个跟我这个有什么区别吗？都是骨头。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！多吃素的少吃点肉。哎，我的也是肉。大洋葱又是大，先吃着不要吃。看我的，这个葱辣也葱葱，去也葱葱。这个大选了那么多吃大的，没吃好的。我要这个羊，肯定是羊肉。嗯，羊肉，羊肉，羊肉。还想吃羊肉？有羊肉就不错了。必须吃完，到了。这个葱、葱姜蒜不是配料吧？我这个大越大越好。What？ 大的，大的，大的，两个大鸡腿。八辈子没吃过肉一样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有可能是姜葱鸡。哪里？姜葱鸡，姜葱鸡，姜葱鸡，炸！全是素的，你先来吧。又看表面，我来就我来嘛。这个什么业绩？不要。这个又是什么业绩？不要。那这个尾巴肯定是肉。嗯。还想吃肉？有菜吃是不错了。哼，你管得着吗？六七草一样。到了，那个秋天到了，树叶黄了，留给你。我这个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感觉。大
炸牛肝，一股傻味。我有预感，这个是好菜。哪里？手闭嘴！你们坐下，我上来。这个毛都没有，这个那么小的骨头，胃口不够，我也不要。我这个萝卜。哪里？真是红萝卜吗？不是喜欢吃就吃嘛，这是甜的。红萝卜吃着不香，看我的这个毛都没有的，我也不敢要，我要这个。What？ 大四条腿，不就是个小鸡腿吗？我就是毛都没有的。哪里？哇，大鸡腿！这么漂亮，好像我看不到一样。看我的这个，凭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个是野山椒，太辣了。这个这么大个虾，我看不到吗？这肯定是骗人的嘛！不要这个不给提示。我这么一点，长得五大三粗，你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讲话？起诉的命，看我的，这个野山椒太辣了，我也不要，我这个大海虾。哪里？汤公比你的好啊，就你的淀粉强而已嘛。我不相信里面也是野山椒，除了有肉。嗯，甜香，好像就你认识一样。看我的，这个肯定是个鸡屁股，这个不会这个香蕉吧？不要，来这个甜的。啊？什么菜？什么菜？什么菜？啊！就你这个智商，活该啊！看你能看到什么好的。甜的原来是胡萝卜，到我了，这个香，还真有可能是香蕉。我要这个，我不相信是鸡皮。鸡肉、鸡腿、鸡翅膀，哇、哦，鸡翅哦，也不是没吃过。那真香，哎呀！不可能是香蕉，鸡、鸭、鹅。嗯，问天气，我下来。没的惯例，看我的，这个大红大紫，没什么好东西。这个香蕉留给你吃吧，我要这个鸡翅，都这么明显了。哪里？肉看表面，活该。又香又辣，够呛。到了，这个红萝卜不可能中沙肉，这个香蕉要吃香和辣的。What？ 哇，凤爪不错哦。我不爱吃那些东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红烧肉。